명문 구단인 라쿠텐 몽키즈를 응원하게 되어가지고 더 기쁘고 이 한 번 다 바쳐서 에너지를 쏟아붓겠습니다! 이제 앞으로 대만에 가서 맛있는 거 먹을 생각에 너무 설레고 기대됩니다. 帝都会空降零三两点赢过他，乐天女孩及麻辣火锅被震。 中职赛季即将开打，乐天女孩20号举行开训记者会。今年呢，他们补进其明星鞋，现役团员扩增到33名，是中职史上最大团的啦啦队哦。还有韩职啦啦队女神李都会重磅加盟。 选的背后呢是82，那是因为呢这是韩国的国际嘛，他也希望呢代表韩国来到台湾加入我们的乐天女孩之后呢，希望他可以把韩国的这些啦啦队的热情应援带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借此更加喜欢他们了。那我们的都会呢在4月14号的时候就会正式登场了。尽管他透露不会因此常驻台湾，当天开训也不可出席，还是诚意十足，小秀中文给大家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豆慧，我今年23岁，我现在在韩国当了5年的 cheerleader。哈哈，또 명문 구단인 라쿠텐 몽키즈를 응원하게 되어가지고 더 기쁘고 이 한 번 다 바쳐서 에너지를 쏟아붓겠습니다. 라쿠텐 몽키즈 화이팅! 짜요! 짜요! 이제 앞으로 대만에 가서 맛있는 거 먹을 생각에 너무 설레고 기대됩니다. 杨将当然是进来就是提升所有球队的士气跟实力嘛。我相信他加入的话，他可以担任我们的领舞，我们可能可以更上一层楼，会变得更好这样。我已经找好麻辣锅要带他去吃。对，因为珍珠奶茶。哦，也有做臭豆腐，因为听说他很喜欢吃，然后韩国人好像会蛮。 喜欢台湾的麻辣锅，对，所以就打算带他去吃各种火锅这样。韩国的人很多人都担心你的人气会不会受威胁。我是觉得不会，而且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，我就有追踪他，就知道他是那种啦啦队，韩国啦啦队的天花板。那我也蛮期待可以跟他当同事，可以学习他的舞蹈能力。 那时候是我去日本拍摄高尔夫大演的时候，在晴空塔，然后他刚好那时候也在晴空塔接受访问，那我们就巧遇到了。那他知道你是台湾很红的啦啦队？有哎，我就跟他挥手，然后他就跟他经纪人讲：“丁酱这样子。”因为他有影片，你会不会觉得？我平常比较没有关注到圈圈那个圈子的东西，对对对。 但是我觉得她很漂亮。